今天呢，就是来讲禅门归室，就是百丈禅师的禅门归室。行菩提法，上下均立也，这个是在戒律里面没有的。佛陀的戒律没有说大家普请是什么，叫做大家都出坡，这是佛门里面特殊的语言，叫普请，也叫做出坡啊，其实就是什么，大家义务劳动，没有薪水的。上下均立，上下均立，这叫这上下就是什么，就是老的、少的、年轻的、年老的、健康的、不健康的，或者是境界高的、境界低的，大家一起义务劳动，就是什么，大家都要工作，就勤劳，大家一起工作，这些才是真的禅宗。在百丈清规坐下呢，世上真的是叫做这一位老人家本身的悲心。但是回过头来是什么一个团体，只有叫上下，老的少的啊，生病的，生病的要他出来工作，怎么工作啊？但是要带头的只有那个百丈清规，百丈老和尚呢，一直到95岁，他一直坚持的是什么？他一直每天都还是耕种，每天都工作。他说：“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。”一直到95岁还继续在做，真的是菩萨保佑，真的身体健康啊！95岁还自己拖着动，已经不错了，还可以工作，要普请，这要带头的，要有人带头。我看训老上也是一样，120岁，还每天呢，他都带头去工作。是训老上也是这样。我还看到一位老人家，在大仙寺，白河大仙寺的。那一位老人家真的到他很晚年了，我在香港是有空没空我就去找人家看他老人家，你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他，大殿里面找不到他，禅堂找不到他，饭厅也找不到他，你只有到树下穿着那个日据时代的那个工作鞋，那带着斗笠，拿着本机跟锄头的，就是那个老和尚。这是上下均立，它是一种表率，一种表率。嗯，治食物，谓之疗色，每用首领一人，管多人营事，今各司其局也。这个就是他还设置执事，设置就安置的，十种，这叫十种。其实这个十也是说他表示多种的叫执事单位，其实也是十也是杂的意思，就是各种执事呢本身它有不同的，谓之寮舍。寮舍呢就是他们办公的，或者是他们安住的，或者是他们居住的地方，都给他设置叫做首领。那由首领呢来带他，带头，同时也来管理多人呢，来共同来做事，来完成那件事情。所以令其失其局也。所以呢，煮饭者呢就叫做饭桶。煮菜者呢就叫做菜头，那如果挑水的呢，以前不好到有水的地方去挑水，叫水头。如果专门烧热水给大家洗澡的，要有人烧啊，那
那烧热水不是叫做烧着让大家一直冲啊，一直冲的冲这样的水，这些水都还挑上来的，挑上来还在烧烧热，常常是老人家用的，年轻人不可以用，那也是叫做水头，都叫水头。哎，说这些水头呢，以前我刚出家呢，在基隆保明寺。那有一个老菩萨呢，他特别特别特别非常照顾我，他每天都是烧热水，他烧热水烧好了，他就赶快来叫我，说水热，你赶快去洗澡。其实很不好意思，我那时只有20岁。那个老人家呢，他们呢，真的是没有话说，因为他那时候我读佛学院，他们呢。看我这么年轻出家，又可以有佛学院读啊，说还认得几个字，他就疼惜的不得了。我那时候是常常生病，说从基隆山上，那常常要去，基隆街上去看中医师。那时候西医不多，他就由他老人家带我去看医生，看了回来，他就带我去。坐那个，那个公路局的车子来去看医生，看完了回来，那个药呢都，抓了一包一包的药，他就帮我拿着，拿着呢上山回来以后呢，他就呢，每天晚上呢，我们都还要上课哎，他就呢，帮我煎好放在那个叫做那个床边有一个放一个桌子，他就放在那边，然后叮叮。啊，你紧盯。事实上，后来我到各处弘法，啊，他们都知道那个保明寺的那些老师们，他们都知道说，修烧热水的那个老师傅已经走了。我说我都没有回来看他，阿姨他去世，我没有为他念佛或者送他，他就说他很高兴。他很高兴，你呢？你已经有道场啊，还有度徒众，还有本身在用功，他就很高兴了。他们这些老人家是这样来照顾我。我说真的，我在佛门里面，这个是比我、比爸爸妈妈、比祖父祖母那种疼惜，真的没话说的。那时候去看医生啊，那个药费我事实上我也出不起，都是他帮我出的。那个老人家，或有假好窃行，妇女轻重，并别自喧扰之事，即堂为挪检举。市里面还是有一些呢，就是良莠不齐的这些人。假号窃行，穿着僧衣，然后呢，也是呢，就是他就是僧众了嘛。可是他怎么样呢？就穿着衣服啊，然后剃光了头，妇女轻重，叫混杂在这里面，并被自喧扰之事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说东说西啊，说是说非，还有制造小团体，或者是。做这怪怪异异的事情，这都会有的啦。即堂为挪检举，即堂呢就是呢就要请呢为挪，那个为挪就是立杆，立那个标杆才叫为挪，立标杆来维持大家的共同秩序的人。那他呢就要检举，他提出来谁喧闹啊，谁吵人啊，谁呢不照规矩的啊，谁的已经叫做是什么，就要纠举出来的。纠举出来就表堂，就表众，同时要叫他叫做是要改过，或者是应该要怎么改变。底下呢，抽下本柱挂搭，并令出院者跪安轻重也。如果有这样的人，
那就叫把他的那个原来他住的地方的那个名牌就被他撕下来。同时呢，他的床位啊，他的那个叫做什么，在哪里吃饭的，或者在哪个位置吃饭的，或者哪个地方睡觉的，哪个地方安顿的，这些呢，全部把他的名字就是拉下来，不让他再继续在那个位置上。并令出院，并就是驱逐，驱逐他出院，驱逐他出院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清理大家，让大家好安心修行，让大家安心修行，叫清。里面是不如法的，当然是要清理，可是要安的，我们也必须要为他安顿。或者是人家用功的，还有叫做很精进的，那精进的也要这个时候帮他辨别，让他清楚的，这个是戒律里面也是有这些的。那戒律呢，现在这个叫做用清规来处理，还是用戒律来处理？那在上位的呢，就是戒律，这里叫做清规。那清规呢，最大最大不同就是它有普清法大出波，那大家一起工作，还有同时也就是呢，大家自己分工，大家来组啊，或者是叫做义务劳动的时候，看到什么样的工作，或者是叫做嘿，有人呢出来专门出来叫做来做纠，叫做维挪纠察，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，不都是要这样呢？所以做维挪的人本身有时候会被人家检举说你不公平，哎，你这样讲是不是太重了？应该慈悲一点嘛，哎，你不要把我的事情在众人面前说嘛。哦，这个如果是可以这样的话，当然尽可能是这样的。可是有的人呢，本身他不在乎，他反而大啦啦的，他认为他有事情了。我这个叫英雄豪气，有时候是你看了就啼笑皆非，不知道怎么办呢？不知道怎么办，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办，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可是大家都只有一个样子吗？也应该不是吧？那可以怎么处理呢？那如果几次的劝谏以后，劝不动，说不听，那当然是，有就会要，一个是把他名字抽下来，严重就是把他请他，并令出院，请他离开。所以“并”呢这个字呢，在我们戒律里面也有“并”，“并”有好几种，一个叫“并不准你再做出家人”。一个叫并不准你再住在这里，不住在这里不等于他还是可以做出家人在外面。啊，有的呢并呢是短期的并，有时候是长期的不共住，这有很多种。戒律里面都有这些的，所以这个叫做他犯了什么样的戒，是在戒律可以允许的，还是叫戒律所不允许的。所以这里的病有好几种，好几种，好几种。有时候犯的，如果犯的根本大戒，那就请他把他的僧衣脱下来。脱下来不是叫他，我们常常说这个叫做病的意思，就是让他呢不准再做出家人，这叫不再穿这个袈裟。这有很多种。啊，所以这里出院呢，有很多种的出院，哎，或者是他呢，哎，有很多很难呢，破坏规矩，破坏规矩有很多种，层次不一样的。那贵安轻重，就是他目的宗旨可贵呢，在一个叫安轻重，不然大家。不是群起仿效，
而是呢扰乱别人，扰乱别人，这叫如果这样多没有处分，没有处理，是叫做是非不明。所以常常我们说，那个戒律不是在乎叫做受戒，而是叫学戒持戒，学戒持戒。那作为一个僧人，本身要有能力来处分处理这些事，不然的话呢，是非不明，叫做混乱一团，其实就是反而鱼目混珠了。或彼有所犯，或者有的人呢，他有所犯，即以杖助杖杖之，这个是叫做轻规里面最严重的，可以用打的。这处分得用打的，在戒律里面没有用打的。戒律尽量有波罗夷戒，波罗夷戒叫我们叫做杀头戒，杀头戒不是把人家杀了了，没有，他只是叫离开僧团，不做出家人，可是他还是可以学佛，可以学佛，但是不准他叫做出家人，叫波罗夷。但是那个杀，这个是要用譬喻，可以就是把他的僧人的这样的身份，就不准他再做了。就是某一个阶段的，他不能再做。但是没有打，就只有处分。可是有还有处分的是叫做，有默病的，大家不要跟他讲话。还有一个叫做那个生残的，生残呢，就是呢，就是这个时候呢，让他做苦役，苦役呢就是为大家做服务，同时呢也要跟大家表白，他现在已经，做了多少天了，啊，然后本身要不可以到村庄里面去，不可以出外，我们在做结摩啊诵戒的时候，他不准参加，这个是一个。戒律里面有的，可是这里呢，助杖杖之可以打，可是打到什么程度？这个都是轻力的作用啊。极重烧衣钵道具，前主从偏门而出者，视此入也。这个叫做是什么？而且这个时候一定要极重。极重让大众呢知道有这件事情，叫做示众的意思，把他的衣钵或者是他的道具都烧掉，或者是叫做把他没收，或者不再给他，让他呢遣主，就是把他遣出去，就把他赶出去呢，从侧门出去。为什么侧门呢？就是呢偏门，就是侧门了，不是从大门出去的，从侧门出去的，是表示它是一种叫做不合格，是羞耻的，是羞耻的，有故障的。这个是叫处分法的，也是一种。现在是用那个还继续那个叫做打的，几乎是比少之又少了。因为呢，不允许，纵使他犯了波罗夷根本大戒，也不可以打，也不可以打，就是把道理讲清楚。我们在处理叫佛学院学生，事实上，有时候他们犯了什么样的戒，我们也不是用打的。我现在连让他们跪香我都不要，就把道理讲清楚。那让他自己说他要怎么处理，如果确实严重，我就会跟他说，你今天在晚上以前你就把衣服脱下来，不然这样舒服，如果你没有钱我还给你钱，请你安心的离开。有没有这些事？有，他没有钱我都可以给他，但是呢他穿我的僧服我不喜欢，
但是不可以用打的，可以用说，让他讲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，为什么一定要那样，不可模棱两可，要让他心服口服。但是像这样的情况，他还是回来再回来看我，他回来看院长，因为他还是说非常想院长。这个是什么？这叫把这些事情告诉清楚，不是用打的吗？你把人家打了，是用祖师来打人的啊。祖师打人，你用什么样的，就要给人家什么境界呢？那一打就会比较开悟啊。不是这样讲的啦，我不以为然，我不以为然。那要忏悔的，或者是要怎么处分，或者这都可以说的啊。啊，严重到一定要请他走啊！有的人他连我自己都还没有说，他自己就先跑掉的，也有了。好，这个就是呢，我们要清楚他不适合是什么，可是他还是可以学佛，或者是他不适合做出家人，还是不适合在这个团体大家共住，我们要清楚，不可以用蛮力打人的。那现在的那个。哎，你用蛮力打人，他到警察局告你，到法院去告，那更是莫名其妙。